我是 Eva， 在上个月看到 Unity 推出了两个 AI 功能。虽然它是在六月底发布的，因为忙于在加拿大的事情，得知的比较晚，就在上个月才到了这个网站投了一封想要参与测试的申请。但几周后收到了回信，没想到真的参与进来了。虽然又收到了一封信，他说感谢你的使用与回馈，我们即将在11月15日关闭测试，并且在隔天会再告知我如何申请下一个的测试。介绍一下 Unity 推出的这两个 AI 功能，一个是 Unity Muse， 另一个呢是 Unity Synthesis。而这次吸引我的是 Unity Muse， 因为它有一个功能非常的吸引我，就是这个可以透过简单的文字就随意更换材质，这对于一个美术不好的工程师完全就是大大的帮助。Unity Muse 提供了三种功能 ：Unity Chart、Unity Texture 跟 Unity Sprite。那 Unity Muse Chart 呢，就是它把开发资源都进行的整合，让我们可以透过这去询问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例如我现在不知道如何让角色移动，我只要在这打上我的问题，它就会把步骤都打出来。下面也很贴心的附上了相关文档，感觉用这个来学习游戏开发是一个不错的工具。它不会直接给你程式让你抄，而是照着它的步骤一步步的往前推进，感觉这更像是带领着你使用 Unity 的开发环境。因为在带领你的同时，它还会解释这功能的用处，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好理解。当然如果你直接要求他给你程式码也是可以的。这个 Unity Muse 模型是根据 DAO 的模型进行训练的，这次开放了 Muse Chart 给我们测试，那么未来几个月肯定还会再进化。那么这次很可惜没有尝试到 Muse 的动画角色功能，这是我最期待的一个。例如影片中只要输入后空翻，这个角色就能流畅的做出相应动作，这个真的很吸引人。那另一个功能呢是 Unity Synthesis， 它可以让我们在 Runtime 中启用 AI 模型，这意味着我们开发者可以在自己的 GPU 或 CPU 上训练这个，然后最终可以在用户的设备上实际的运行神经网络数据模型，这意味着可以提升游戏的互动以及功能性。例如我在游戏中遇到了这个 AI 敌人，我想要他去学习玩家的行为，这时我就会使用到这个模型，这给游戏提供了更高的体验。这两个 AI 功能，一个是帮助开发者能更快速的开发游戏，另一个呢是让游戏的有趣性能提升的更多。Unity 让我们做了这两个 AI 的封闭测试，虽然现在准备要结束了，但我们可以期待下一次的其他功能测试。如果能节省开发时间，并且又能快速提供 Unity 相关文档，我相信这可以让初入游戏开发的人更快的上手。那我们现在就针对于 Unity Muse Chart 来进行测试。以第三人称角色移动来举例，在这里输入如何制作角色移动控制器，它这里很快就给我这些提示了。那看完这一段说的大概就是我可以这么做，接下来我这边就直接跟他拿程式来制作了，复制这一段打在这脚本上面，再回到 Unity 把脚本抓上来，以及添加角色控制器。很快可以看到我可以到处移动，还蛮方便的。之后我就再添加角色跳跃，也要回到 Muse Chart 这里，跟他再拿一组程式吧，把原有的删除然后贴上。当我们测试后可以看到，这跳虽然有点怪，但实际上还是很方便。最后呢我们还要再添加相机，一样询问他，然后再贴上这里程式码，最后把脚本拉到相机这里，可以看到这也移动得很平稳。那在使用的过程中，除了给我们程式码，它下面还会解说每一段的功能，对于想学习的人还是很有帮助的。就像他这里说的，为什么要用 late update 而不是 update。 在使用的过程中感觉这跟 ChatGPT 很相似，所以我一样做了测试，问了一样的问题。可以看到对于新手来说， GPT 的解释可以比较容易理解，甚至他还直接给了我相机的程式码，那我们当然就直接复制这段程式，一样可以快速移动，相机也能跟着角色，甚至可以自由的旋转。那一样我们再问他跳跃的程式，最后呢可以看到他给了我使用 Tag 去监测地面的方式，后面又给了优化的建议，使用 Raycast。 那当然就再继续问他 Raycast 的版本，毕竟都写着优化此功能。一样复制这段然后贴上，可以看到这跳跃的比较自然一点，但是当我想移动时不自然了。这两个相比较起来， Muse Chart 的好处在于我可以更快找到 Unity 文献，因为它都附在下面了，可以明确清楚了解到 Unity 开发环境都有什么功能，只要问了它就会很快告诉你答案。而 GPT 呢，它可以很详细的带领你一步步去达成角色移动的条件，也会告诉你想要添加某种功能就写这程式，最后呢直接整合给你。但通常我们就直接复制最后的版本了。两个相比虽然 GPT 真的很好用，毕竟他们已经训练了几年时间，但
Unity 可以直接抓取自己有的文档资料。相信再过几年 MuseChat 对于游戏开发者会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我看到这里，你觉得哪个好用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。接下来要测试的是 Muse 的第二个功能 Muse Texture， 这个是可以根据我输入的文字去自动生成一个材质给我。我这边就拿找钥匙游戏来举例，可以看到不会美术的我，环境可以说是简单朴素。那没关系，有了 Muse Texture 之后，我可以用它来生成各种材质。例如我要做一个木头墙壁，我就在这打木头墙，很快它就生成4个给我了。跟自己画画相比，确实是很快。选择其中一个自己想要的之后，里面可以调整自己想要的 height 跟材质反射以及平滑度。都好了之后，点右上角这个储存一个材质就有了，我的墙也有了。那地板我也想要木头的，我就打上木头地板，一样生成4个，但我都不想要。这边可以选择一次生成1个或最多10个，一样再生成一次，可以看到有10个出来了。那一样选了自己喜欢的，做了一下调整，我的木地板就有了。如果觉得不满意，旁边还是可以再做调整。我觉得这个对于游戏开发者是真的很有用，让我这个美术不好的人也能轻松创造出自己想要的世界风格，省了很多时间。那 Muse 的最后一个功能就是 Muse Sprite， 这个是用在 2D 的，跟 Muse Texture 很像。只要我在这里输入文字，就可以生成一些我想要的图。例如我想要做一个背景，我就在这里打森林牧童背景，就生成出来4个，我就选这个书，直接把它拉出来用就可以了。 bug 还是有，但用起来个人觉得 Muse Texture 是真的帮助很大。然后我又想生成出草地也可以，就打了这个，然后一样出现好几个。那有了这些肯定就要有角色，这次来生成一只鸡。左下角这里可以画画，这个是根据你画的形状来生成出来，可以看到其实有点瞎。把我的脚本套用上去也基本没问题，就还是差了一个背景。最后再回到一开始生成的地方，选一个出来放大，基本 2D 美术就完成了。那因为现在还是在测试阶段，真心希望 Unity 能开放完成，并且开放给我们使用。那这个封闭测试的社区也蛮多人参与测试与讨论，更重要的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回报 bug， 像是在测试 2D 的过程中，这个 Muse 界面突然就变形了，导致我必须一直拖拉或是更改视窗大小，又或者是当我使用 Muse Chat 的时候突然不能跳跃了，它的引导步骤也没说要加 Collider。 如果是刚入门的话，这确实会花不少时间在寻找问题上。虽然是 GPT 也遇到相同的状况，但是当时我是用 Tag 去侦测跳跃，后来改成 Raycast 的时候就完美的解决了。可能我还是比较熟悉 Raycast 的使用方式，虽然当时也在想为什么一开始就不告诉我 Raycast， 而是告诉我使用 Tag。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测试。对于 Unity Muse 的功能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欢迎留言去告诉我，因为我真的很好奇。我是 Emma， 今天订阅按喜欢不喜欢，拜拜。